냄새 없어. 냄새나요? 어, 냄새 안 나. 괜찮기는 하네. 네. 근데 좋아하진 않을 것 같아. 아버지 아마 한 개도 어려워요. 한 개도 어려운 것 같아요. 아, 现在 来干点正事。 买个豆腐乳，那啥，茶叶蛋500一个，3块钱一个。一眼就看到了，臭豆腐，买日期都得看一下。那臭豆腐其实应该也不牵扯日期。回家以后迫不及待就开始做豆腐，我老公这还给买了3块豆腐，今天得把它臭死，油，然后主要是用这个。 臭豆腐，这个真的是特别臭。然后我放在车里面，我老公他一直以为我放屁了呢。它虽然是密封的，但是味儿都能跑出来。哦， 뭐야 이거？ 아， 이게 뭐야 수유야？ 아우， 상한 거 아니야？ 어우， 어우， 수유 잠깐 창문 좀 열고. 열고 올게, 열고 올게. 아, 진짜 미래지 잘. 와도 봐요. 와, 我第一次来这种东西，天哪！哇，这简直太丑了！我的天哪！哇，这，啊，再来一块就行了啊！哇，等等，这么久了，这么久。我俩刚才缓和了一下心情。 然后现在继续来做，给这个臭豆腐里面放一些白开水，然后马上这样就是搅成这样就可以了，反正就是搅的没大块就行了。本来是要把豆腐放到这里面，腌上12个小时的话，这个味儿它就能进到豆腐里面。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压力有点大，因为这太丑了，所以说是临时决定。 就只做一个臭豆腐的汁儿，然后把这豆腐炸好以后，把这个汁儿浇到上面就行。弄了点芝麻花生，就想吃啥放啥。再弄点辣椒粉，应该还是得有香菜，但是我们家没有香菜就算了。然后这是我以前买的那个烧烤料，再整点烧烤料，多弄点，把这个味儿给盖住，然后再浇点热油。 这个臭豆腐的汁就做好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炸豆腐，然后就把这豆腐炸的跟外面炸的一样就行了，冒泡。等会儿弄出来以后，把刚才做好的那个臭豆腐汁就浇进去就行。 기름 안 튀기 조심해. 응. 너 피부 하얘가지고 다이면 바로 까만색 변한다. 맞아. 씨 피부 너무 하얘. 하린이도 수유 닮았어요. 와, 진짜 예쁘다. 오빠 항상 왜 나 칭찬만 해요? 오빠가 언제 항상 칭찬해. 오늘만 특별하게 칭찬하는 거지. 맨날로 칭찬하지. 오늘 칭찬 많이 했으니까 취두부 나한테 먹이지 마요. 아니요 아니요 칭찬 많이 했어. 그래서 오빠 위해서 만들었어. 말. 너 위해서야. 豆腐炸成这样就行了，外面反正是脆脆的，然后再把这个灵魂酱汁给它浇上去，太稠了。我老公现在已经觉得特别恐怖了，深吸一口凉气。我刚才加了点水，这个料现在就比较稀一些。 刚好灌到这个豆腐里面，然后老公一咬一口汁，我把，我跟我说，寿司大的都是水色，真的吗？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种的，但我觉得应该是会比外边的能好一点。来，把寿司寄过去。啊，这个汤，好吃。 好吃吗？你好吃吗？不管的，哪一种？现在有。哎，真的还可以，有那种外面卖的臭豆腐的味儿。好，吃个好。嗯，蘑菇吧，괜찮아。네，괜찮아。
오어진짜괜찮아먹어봐냄새먹으면서냄새안나안나진짜这就是闻着臭吃着香오냄새없어진짜요냄새안나我们家现在真的全都是臭豆腐的味道天哪小心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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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家说是跟爸爸一起玩的话可能小孩子就比较勇敢一些我把这个买了以后我的天哪一直都不敢让他玩我就觉得可害怕了就我了啊哈利你还是一色哟妈妈妈嗯조금씩앞으로와조금씩앞으로좀哎呀我说他刚才摔倒了他可能就不坐了他又去了我的天哪现在已经知道了要从后面那块上去不错不错有进步옳지옳지그자꾸잘한다어떡해자이다음에이다음에자그다음에앉아야되겠지앉아야되겠어앉아하니앉아앉아잘한다우리아기잘한다한바也就是有耐心자자자자기다려요기다려요아빠는앞에있을때내려할수있어요올라오세요출발아빠哇真厉害어머니나오늘추두부만들었어요좀가져왔어요 안봐봐요公公又在看小何林又给小何林吃小零食我的天哪小何林这个小零食吃的哎但是也不能说哎这是给我婆婆拿来的现在厨房里面的味道真的是一股厕所味儿我问你哪不行你所要哪样我婆婆还做点炒饭我要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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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괜찮기는하네네근데좋아하진않을것같아 나보스가좀복하잖아앉아요앉아我公公把这个晕车药都已经给我准备好了근데우리결혼할때아버지이거취도부한번먹을래요생각보다괜찮아들렸어요네아버지아마한번한개도어려워요하기도어려운것같아요아냄새냄새괜찮아요 괜찮아요